请我们的同传老师说两句话，确认李明宇可以听得到。 你自己先收拾上了以后才来。你说的单在哪里？现在都在看路了。伊只不过喊他扶起来，扶我都看到车了。伊喊我坐到位置高头，我就讲他了。我抱着拐了后头啊，等高头，应该没有进去。我抱你的位置，好不好？你自己看一下。你都先坐上床来了，坐到你刚刚来了，搿头我来。